就是共生的时候，共生才会特别拿给出家人。这是共生，嘿。那时候专门就是为了做这个给出家师去用的，对。就是也因为就是新教，我们收到很多人就想要就是用一份也是真诚的心向，是，哇，这是了不起的，对，我们随时对。之前有一位七十多岁的，啊，脚跟头都有状况。然后呢，他看这个文字看不懂，他就看这个，哎，这个有头。他就想说晚上睡觉就盖。你可以看那个树，还是？结果呢？他本来是睡不着的，他好开心的，就一觉到天亮。然后他就想说，那他膝盖痛，他也盖痛看。对。结果真的他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就告诉他说，你不能迷信，但是呢，因为是他的那份恭敬心、相信的心，所以呢，就是跟这个愿力啊，这里有慈悲、平等、无私的愿力，跟师父法师的愿力相信这样子，好。就是要让村长对这一世呢，真的是活得这么灿烂。回家回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都不用给小孩子担忧哦，你就一至十日哦，自在的哦，哈。好，好，谢谢，对。这平安时你就带在身上，带好了。哎，对，这辐射卡。那个辐射卡。对。放在这个手机的后面，跟那个手机一样，就是有奥利给你，对。手机有蓝光。看到眼睛变成白光，就伤害我们眼睛的脉络膜。那像比如说，白内障、青光眼啊，还有一个叫做黄斑部病变啊，它就会开始产生的哈、所以呢，这个可以防止手机的蓝光，对，保护我们的大脑。对，最重要是那个地。